好，今天的占星时间由我们的塔罗大师小灰灰，就是贝克会代班。那我们开始录，看等一下白猫占星大师可不可以赶得上录影，如果赶不上，今天就由代班大师贝克会。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啊，这昨天的，通过白猫占星大师霞霞，他今天不在的代理人灰灰，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代班大师是小灰灰哦。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摆饰有一点点的差异，就是左边跟右边这样。那每只大师都有他的风格，我们的小灰灰大师就是舔毛。那我们现在先拿出我们的星座骰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占星大师小灰灰要不要拨？哎，小灰灰，拨动命运的骰子吧。哎，拨了，拨了，拨了！我们的占星大师小灰灰拨了，确定了吗？确定就不要拨了，确定了。我们来看，还没耶，占星大师还没确定。占星大师，对，我们给占星大师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播出他的今天的星座骰筛。占星大师固定了没啦？好了哈，占星大师好了哈，好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占星大师播出来的是这样看值的，水瓶座应该是水瓶座。我们这样把它拉出来，我并没有移动它，我们移到空旷的地方。这个星座，占星大师还不满意。占星大师，你今天不要星座骰啊！占星大师今天不要星座骰啊！不要星座骰啊！不要星座骰动耳朵，要，然后把它拿过来。星座骰，占星大师换了一个星座，射手座。占星大师，射手座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动耳朵。可以啊，啊，那占星大师他不满意第一个星座，换了第二个星座。来，占星大师回来吧，先放着，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。今天不要星座吗？不要星座，占星大师说今天不要星座，不要星座啊，不要星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不播星座了。那占星大师回来啊，我要来甩那个了，符文了。那今天就没有星座了。占星大师的寓意是不要星座，不要星座嘛？对，我问了三遍，他有动耳朵，他说不要星座。那我们今天就没有星座，那我们来抓符文了，跟他抓猫抓板一样，你不要学妈妈。那我们先抓出一个符文来哦，占星大师，你可以最后再拨星座也可以，哎，跟昨天又一样。完蛋的星座骰乖乖玩跟昨天一样的那个欸，好，应该不是因为我没弄好，因为我把它弄开来了。 M 跟昨天的那个，欸， M 是那个啊，我知道昨天有那个，对，马变动速度快，停留时间短，那就是变动的意思。欸，星座大师小溪，你不要弄到那个星座大师，那就这一个啦，你不要再甩第二个了吗？星座大师，星座大师说就这样。星座大师，星座大师走了，欸，那我要再抓一个符文吗？他说他是跟昨天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星座骰，对，星座骰他连播了三次。那我们今天就不讲星座骰，这个是天蝎，然后刚刚那个是，刚刚那个是，他说不要星座了。但是我们还是照给大家看一下，他那个是今天他是播出了天秤，然后射手，还有天蝎，
但是因为星座大师说不要星座晒，所以我们今天就那今天就这个符文咯。今天只有一个符文，跟昨天一样，昨天有猫咪的空，那今天是变动，速度快，停留时间短，换工作一起达标，贵人提醒，变换的能量，所以我想是延续昨天的吧。那我们今天代班的就到此结束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？没有要讲什么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拍很多东西嘛，所以就是录影重剪这样。那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了，那我就不抓第二个了，因为星座大师就闪开，他明明就知道在拍片，所以他应该是绝就一个就好了。他如果要在第二个，他会回来，既然没有，就这样了。所以他就是说一个符文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什么潮汕美食？对，哦，我真的变胖，我刚才看我录影，干肚子都跑出来，明天要来减肥了。但是吃面线明明没有很胖哦，到底是为什么胖？可能是因为吃火腿吧。前天吃意大利面也没有很胖啊，应该是因为我每天晚上都把火腿当宵夜嗑掉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？那个意大利不是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煮的凉面真的蛮好吃的，我明天想要煮一遍。哦，然后我的哦，我刚才在帮那个贝克威写他的那个爬虫卡，他自己的宠物我们还是要写一下，这样其他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录影就草草结束，今天比较赶，因为今天录的东西比较多。那我们还要讲什么呢？也没有，就延续昨天的嘛。有时候没有新的，总是没有新的东西可以。卤香煎猫咪的那个就是今天猫咪就是叫我煮蛤蜊面线嘛，可能这就是他们的变动快吧，每天煮不一样的菜。好，那今天的录影就到此结束咯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。那也没有星座，这是星座大师的指示，塔罗师回回。那我们看一下录到它结束啊，还有45秒。这是什么我也没看过，剩30几秒了。就这节目我还蛮爱看的，馍吧，这好像是云南的馍，馍烤饼了，这我也会做了，用不然口味不一定。因为像我做过那个印度烤饼还是什么，就是用面粉，那烤的其实蛮好吃的。嗯，烧耳饭，我明天问贝克要不要做这个，然后来炒肉。可是我想做肉酱。